嗨，准备一下你的英文纸啊，大家。上一个星期用的，这样的哦，到这一边了啊，然后啊，哈利高外来讲这，我们今天要看它的答案，第五面啊。有东西写，今天有东西写，啊，可以直接写在纸里面，等一下，来，等大家进来一下下，啊，大家准备一下这一个上一堂课哦，那英文啊，我们用到第五面了啊，啊。还有谁？还有 Jenny，还有认不到。哦，Jenny 进来了，video 开一下啊，大家打个招呼啊，嗨，啊，看一下你找到这个纸没有啊？没有这个纸的要讲一声了啊，OK？Christy 啊，春红啊，嗨，Chloe 啊，Yusheng。玉胜啊，你叫玉胜，Eloise，女神，哦，雨神，雨神，哦，雨神，OK，Hi，哎，有位老师，我没有那个纸，我忘记把那个纸提前放进去我的那个杯里面，没有带到来婆婆家。又是你哈，然后。你现在只要你会去婆婆家了，你就要记得带哦。你整叠带了六份纸罢了。那我整叠放了，是老又不懂是谁哦，把那个那整叠东西拿出来呀、啊？我今天去 check 的时候又没有了。啊，放书包吗？白天。春风有在吗？OK，来大家，我们先讨论这去闲聊了哈。OK，等下我还是会admit 人进来的，所以这一张纸这一份啊，这个第五页啊，第五页上一个星期已经写了些华语字下去了的，是吗？讲关于沙拉哇啊，讲关于这个嘎外达亚 Festival 是它的丰收节来的嘛，对不对？它收割他们的那一些什么这个是什么？我看一下啊，他的高，OK，他的高位节是什么族群啊？伊班啊，比达佑啊这一些哦。然后他们有做那个米酒啊，哦叫段啊等等的，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日来的哦，是不是？OK，这个上次狗狗有讲到，其实哦你可能会不记得啊，考试的时候啊，你可能会不记得这里我们要做什么啊？哦，就找上面的东西填下去是吗？不是的，不是只是这样。你要记得哦，在中学的考试啊，每一次都会有东西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看题目的。OK，英文跟马来文，英文啊哈，总还会有一些一样的。马来文每次考试啊，format 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其实啊，format 一样啦，就是什么部分几多分是一样，不过有时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每一次都要看题目就对了。然后这一个你看题目就知道，不可以超过。看到哦，我们不可以用超过五个字啊。OK，它的技巧是这样，有时你看到，哎，一个字也是可以啊。这样的话，确实啦，一个字也是可以。不过有时啊，不够分的哦。哦，如果你看到它刚好是可以五个字，你就填完那五个字下去咯。
OK 啊，你尽可能的运用这五个字的空间，OK 啊，大家准备写一写啊，是没有纸的，你写在一边先给我盯下去啊，知道吗？During 高外 daya visitors can learn，他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啊？哈，这个有人有做吗？我听到你讲上次有问过吧，哈，一定要做啊，没有了，没有一定要必做Firsthand about Daya，Yes。culture. 我听到对的了，对，这个来的 can learn firsthand about Dayak culture。对，这里刚好是这个算一个字了哈，一二三四四个字，firsthand about Dayak culture。OK，这里我填。说、so, 通常我们是没有给功课的，你不用担心。但是我们在班上哈、哦，就是过后诶，过后你来到班上，我们会在班上给的，因为有些。给功课回去，你的学校有很多功课了，所以其实没有用太多负担了。我们有什么作业在这里直接做啊？除非有真的很赶的东西啦，很少的啦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OK，你可以回去做，你做得到你就做啊，做不到的话不要紧啊，OK。总之当下上课我们要专注，所以 can learn firsthand 就是第一时间他可以学到啊，你知道吗？啊，近距离也可以学到关于。这个达雅的文化，OK，第二个啊，The Gawai Daya Festival is celebrated yearly，每一年庆祝啊，in the state of state 就是那个州，什么州啊？这个都不用看上面了。对啦，沙拉瓦对吗？沙劳越啊，你可以看你的纸的上面呐，啊，你会找到的，in the state of 沙拉瓦，第二题啊。说、so, 没有纸的人，你就写 Part Four 第一题的答案，第二题的答案这样啦。Sarawak 这边有吗？哈，来这个 Sarawak。OK。第三呢，说、so, 这个没有东西哦，这个整了一个字罢了。Penganan is made of，说、so, 他讲 Penganan 是哦，米粉，米的粉啊，Sugar and 还有一个东西，一个材料啊，还有 Coconut milk。本安娜娜，他讲在哪里？我们看一下。那这个 rice flour 它是一个 cake 来的啊，from rice flour, sugar and coconut milk 这边呢、啊。我没有，我们要 coconut milk 罢了，前面它已经填了。那 rice flour, sugar and coconut milk 啊，你可以看一下是什么，我也不懂本安娜是什么，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糕点。本安那是一个糕点来的啊，大家可以填一填啊，有什么看不到啊、不明白可以讲啊。哎，我们看一下本安那，哦，这样的哦，有吗？有看过？有吃过吗？这里有谁熟悉沙拉瓦的？不是这个、啊，这个不是来的，我知道，应该是前面这个。这里有谁是沙拉瓦人嘛？还是你父母是沙拉瓦人呀？长这样的哦。哦，感觉好像不错这样哦，你问我好吃吗？我也不懂哦，感觉上好像好吃这样啊，哦，不安那呢，不安那家那的哈利嘎歪真的哦，哈利嘎歪的哦，算它是米的粉，还有糖，还有椰奶做，就是椰浆做的。OK，the celebration，甜啊，应该都糕点嘛，是不是一定甜啊？The celebration will begin。Begin 什么啊？5月31号的什么诶？他讲啊，这个我们要找了。5月31号的什么？The celebration will begin 啊，在5月31号傍晚呢？On the evening 啊，of 31st May，on the evening 来的，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填了哦。On the evening。这个没有东西，没有其他的方法去填了，所以是5月31号的这个傍晚，所以5月31号啊，应该是沙拉瓦的州假期来的，如果没有错，沙巴我就不知道，有些假期只是那一个州假期罢了嘛，是不是？好像我们昨天假期啊，不是全国的嘞，是雪兰莪啊，哦，还有共几个州罢了啦。不是全部走的。OK，in、okay, which ceremony is the Gendang Raya performed？
跟当然呀、啊、是一个表演来的。他讲在哪一个仪式会有这个跟当然呀表演 offering ceremony， 他讲 off 啊 will be performed 什么啊next is the offering ceremony which is known as mirroring。 所以啊两个都可以，这个 OK， 你可以讲 the offering ceremony， 你也可以讲 mirroring。So offering 啊，其实是一个贡献给他，就是拿东西去拜，拿食物去拜的一个 ceremony 啊。这个 ceremony 的名字叫 mirroring， 这两个都可以啦。这一题 OK， 因为它有五个字，两个都没有超过五个字。The offering ceremony 或 mirroring。跟当然呀，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跟当然呀。No， 看到吗？是吗？对。我们看一下跟当然呀。哎 ，Brandon， 你今天这样安静的。在吗？阿斌。哦 ，Brandon Choi 阿斌，你有在吗？这么还有？是咯，这么有鸡的、啊。哦，打鼓来的啦，因为跟当是鼓来的，跟当拉亚是这种鼓来的咯，就是讲。哦。要看 video 啊？要。应该是很简单啊，个 video。哦。第四题是什么啊？哎呦。等下，我们这边很大声。因为我要再 share 声音才可以的。等等啊，哎，怎么不会出来了 ？Share sound。Crispy， 等下啊，这个还不会跑啊，有点慢。哦，没有啦。Crunchy Shell， New Telebe Ready。他。跟当然呀，哈哈。Brandon， 等下第四题。就打鼓。线不好，所以还会猛，听一听就好。OK， 看完了。啊，很多哎，后面的 video， Brandon、严强、春红、Christy， 哎，看不到人啊。Yu Wu Sheng、子瑶 ，OK， 所以刚才那个是 Gendang Raya 啦，哈、啊，大家再看啊 ，The people will mingle with each other while mingle。老师，我讲第四题哦。哦，在这边，在这边。The evening， 哎，大家刚才那个第六 mingle 是什么来的？有一点不一样。OK， mingle 哈、哦、就是跟朋友交际，对吗？是哦，有一点坏蛋的意思啊，啊，交际。不过确实两个都可以讲，都是有关联到的，啊，就是交朋友这样啦哦。所以啊，哇，什么的时候交际嘞？哪里？就是会讲话啊，认识新朋友啊，啊，这样。啊，对了，哇，这个了了 ，waiting for midnight。哇 ，waiting for midnight 啊，等半夜啊，哦，还要等半夜哦，算我们庆祝到半夜的嘞。哇 ，waiting for midnight，、哦、我们过年是哦。我们过年。哈，你呀、啊。我选 B 啊。哦。哎、不要喝，不要喝酒哎，大家知道吗？选 B 那边。哦，哎，会伤头脑的嘞。还、哎。真的，还喝哎，那个还没有成长完的话。喝酒会伤大脑，你真是真真切切的会变笨的啊！这不要开玩笑，轩弟不要紧啊，轩弟啊，那个不要讲，直接讲啊，看你爸爸妈妈拿的那个，你给啊，一点点不要紧，有时你吃那个黄酒鸡啊、白酒鸡都已经，所以一点点是不要紧啦啊。OK， 来第七 ，A gong will be sounded at midnight， 所以半夜的时候十二点啊，啊，它就会有响，那个 gong 就会响了。打一个鼓，
And the 什么 will lead everyone in drinking the duat for long life. Oh, 会带领着大家一起喝他的米酒, duat 就是他的米酒啦, OK? 这个是要就是庆祝 long life 的, 就是祝大家长寿这样, 对对对, 长寿。 所以他讲谁会带领大家呢? 那个人, 村长, 对啦, 这个啊, 村长啊, 是啊, 哦, 戴鲁嘛, 其实他是叫, 他叫戴鲁嘛, 他的村长, 他好像村长这样的, 他的那个责任, OK? 他们的字来的, 他是个戴来的, 其实他的意思。 然后啊, 他们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是一起的嘛, 就好像一个家里的, 一个村, 说戴鲁嘛咯, Sejara 会学到这个人的, OK, 哦, OK, 第八, the activities that will be held on, 社会举办的那个, on 什么啊, are, 这个 cock fighting, 有攻击斗攻击的是啊, blow pipe 哦, 你知道什么来的吗? Blow pipe demonstration, 这个, 我有玩过耶, 好玩, 不过我不容易的, 原来, 老师要把它放一个来唱。 啊, 对, 他们有放天然的 tranquilizer。 来, 来, 这个, 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哦, 南尼西亚, 这个, 啊, 是咯, 杀, 动物啦, 杀的, 打猎, 打猎, 对。 哦, 我有玩过, 这个我们不一定要去 Sarawak的, 我们在这个半岛这边也是有, 你要去, 有 Orasi的地方啦, 然后有这一个, 习俗的啦, 就有的玩了, 喂, OK, 然后还有什么, 那家, 那家是一个舞蹈咯, 哦, 的比赛, So, that will be held on, 哪里啊, 还要我们填吗, 有吗, 他有讲 the next day啊, 是吗? 这边我看一下啊, The next day will include, OK, 他是讲啊, the next day, 看一下啊, The activities that will be held on, OK, 这个哦, 我觉得可以, the next day 可以, 如果你写1月6号也是, 6月1号也是可以, 因为它是5月31号嘛, 刚才那个哦, 所以是6月1号来的, 这个, The next day 也可以, 这个第9、第10是我最喜欢的, 不过有时会有点难, OK, 还要我们找一个字, 一个字啊, 从里面找一个字来代替 guest, 或者是有什么字是在讲这 guest, guest 是什么啊, 这个容易哦, guest 就是来宾, 对吗, 到来的人啊, 所以真的是 visitor 小哦, 是不是, 在这边啊, 对吗, 第一段也是有是吗, 哦, visitors, so guest 在这里就是 visitor 小哦, 你要找最正确的啦, OK, 对, 这一题确实是 visitors 来的, 有 S 啊, 因为他这个 guest 也是有 S, OK, special type of food, 特别的食物我们叫什么啊, 一个字啊, OK, 大家再看一看这边啊, 我们要一个字啊, 特别的食物, OK, 在第二段, 我跟你讲在第二段, 食物美食佳肴, 其实是美食佳肴, 有吗? 如果我们找它的话语意思啊, 它是叫美食佳肴这样的, 找一个字, 泰给我啊, 大家, 你找到的话, 泰给我啊, 我看一下, 严强, 春红, video, 春红在吗? 严强, 我一直叫的, 那些没有video的人, 我玩针对了, 确实也不是, 医生, Brandon, Brandon, 我们要一个字啊, 讲这美食佳肴, 在第二段, Brandon, Chloe, Festival, 不是, Festival 是庆典, 严强你开 video 啊,
春风也是哦，烟墙啊 ，OK， 有吗？余生一灯懂吗 ？Brandon， 等着。美食佳肴，对了 ，OK， 我看到一个答案了，在 chat 里面，大家有看到那字吗？对，很快的关掉了。看到啊 ，OK 啊 ，delicacies 啊 ，OK，delicacies、okay? 这个字就是美食佳肴哈、哦，传统的一个美食啦哈、啊，他讲 special type of food 啊啊 ，delicacies， 我翻太快了，你全慢了，不过对了，我看到你在 chat box type 了啊，子瑶 ，OK， 啊，燕强，春红。春凤啊，你给我一个反应一下，我看不到你，你有没有在的？啊，什么？哦 ，OK，OK，OK，、okay, okay. okay, 余生有在啊？在。OK， 谁啊？该燕强讲第几题啊？啊，给你看。OK， 大家 ，OK， 其实本来今天呢，这一堂课是作文课来的。哦、啊，可是今天我们没有写很多东西，有一个东西会要你写罢了，不过。我讲你写，啊，等一下啊，我讲你写啊，因为呢，我要先给你看一下，给你看一下一个叫什么一个范文啊，算是范文，它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Yes， 啊？是你出口出来？是吗？是吗？我讲什么出口？是，你听错了啦，我讲范文，哎呦。叫讲出口哎、欸啊，你们听错了啊！口罩的关系 ，OK， 这个哈、哦、等一下下啦 ，OK， 大家这个等一下下，我们先来做一个活动先，就是这一个 paper two part one， 所以其实啊，你有两个 paper 啊 ，paper one 是刚才那些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完整的 format 啊，我跟你大概讲一讲先 ，paper one 哈、哦，哎，我没有写到分数啊。Part one 是啊，这几题和、哦、圈圈八分罢了，然后 Part two 又八分 ，Part three 就八分啊，全部是一分一分的。Part four 又是 Part four 是十分好像，哎，一到十哦，然后到这个是几多？六分罢了，完了哦。Paper one 很容易，其实英文呐、啊、是中学里面最容易的一个，我可以这样讲。OK， 如果不要讲英文很差那些，如果你对你英文没有信心的话，不要紧。怎样讲呢？哈，如果你的英文是中等的话，你会发现，哎，其实这么多科里面啊，改天你会发现到英文是最容易拿分的。可是我去我那边考试，还有人卷子来，一百分啊，然后我在考26分而已。100分你拿26分了、啊，那什么来的？什么英哦？什么学校？啊、不过也是会看学校讲真哦，我声音变小了，大家听到吗？听到。OK， 我这样啊，我带那个麦一下。你给我讲什么？有吗？Brandon， 你讲一下话，我想要听一下你讲话，这边会听到吗？有，大家。啊，又更加小声哎！啊，有哦 ，OK， 我的声音有大声吗？老师，你戴耳更加小声，小声了。哦，我戴耳更加小声了、啊，奇怪，等下啊，麦，对呀，更小声，就这样啊，这样的话，这样可以啊，大声了 ，OK， 大声了啊，好，因为现在我的声音很重要了，啊、因为等下我要读，然后你写啊 ，OK。我先讲说 paper two 哈、哦、，paper two 是啊 ，OK， 你讲的其实是对的啦。你去哪里你国的考试，然后很难，对不对？那个其实有时是看学校的，那个学校出容易还是难。如果呢，他的学生的那个水平是比较好的话，那个学校会出当然难一点啦。那个英文考卷，你知道吗？啊，不过这样多科里面，英文可能会是最容易 score 的了。但是如果出难的话，没有办法，你还是要靠作文。马来文、英文都是这样啊，我们要靠作文拿分。嗯 ，OK， 说背不多啊，你看看有。OK， 没有不会写作文没有办法喽，慢慢学喽。
你看啊 paper 2啊，它的作文如果你比较起来马来文跟华语啊，你看 paper 2啊 part 1 80个字罢了，马来文已经那天我们在做百五个字了，百五还是百八个字啊，这个八十个字 part 1 part 2啊百二个字罢了，它的长篇啊才120个字，很短了。其实我知道对你来讲可能看起来哎有点多，其实还好啦。你如果你真的是跟马来文做比较啊，哇差很远了，很短不了的。 OK 啊，所以两个 part 不了哦， paper 2然后就完了啦。 OK， 然后又没有小说啊什么，国语有的哦，国语有小说那些的你知道吗，诗歌英文没有哈。So part 1要做什么呢？有时他叫我们写 email， 有写过 email 吗？没有啊，有时他叫我们写一个 message 给朋友，有时他叫我们写 postcard， 懂 postcard 吗？啊，在这边哦，通常到了这个部分啊，我会挨到我给你写，或者是我给你我读你写的那种方式哦。我就是怕我的这个口罩会不会怎样，应该是 OK 了。我看我们 try 了，不要紧的，你错了不要紧的，不用担心 OK。 对，他会叫我们写一个短的 message 的，其实所以才八十个字。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是做什么啊？ Read the message from your cousin Linda。 OK， 大家没有开 video 的，下开 video 了，我看你写东西啊。OK， 他讲 Hi Sally， As you know my sister Katie， 啊，你知道了，他讲我的姐姐还是妹妹啦 Katie 啊， Will be celebrating her birthday next weekend， 下个星期她要庆祝她生日啊。I am unsure of what to get her， 我不知道要买什么给她嘞 for her birthday。 Should I get her a dress， a bag，or a pair of heels， 这样我要买裙子给她好，还是买 bag， 还是买一双高跟鞋给她，还是什么都不要买。 Please help me to decide what present I should get her， 哎呦你帮帮我决定一下啦，要买什么好啊， Thanks Linda。 所以现在她要我们做的是 write a message to Linda， Hi Linda， 你写了先了啊，你要写回去给 Linda，然后呢 giving her some suggestions， 你要给她一些意见。够了，很多位啊，没有这样多的。OK， 我要看一下，春红春红，有声 Brandon， 注意啊，我要你写啊，严强在吗？我现在教那些我没有看到人啊 ，video 开啊。OK， 因为你要写了啊，一有问题。你可以开麦跟我讲，我会讲得很慢，我会一直重复的，不过这是第一次，我不懂你的速度啊 ，OK？ 如果你需要重复跟我讲啊，不过你不要紧张，我会重复很多次的。OK， 我们要写了啊，Brandon， 不要紧跟着 ，OK？ 如果你听不清楚，还是你不会的那个字，你空。空这些，等下我会 type 一次给你的，然后你就可以检查了。知道我讲什么吗，吉尼？接得很近。啊，吉尼，你知道我讲什么吗？要写啊，知道知道。OK 啊，总之不会的，你可以空一点位置先，然后等下你再改。错了不要紧的，这个东西这个是练习听的，因为你有一个听还有讲的这一个test 也是 OK， 有 oral test 那些的。好，大家写一写啊 ，Yes 逗号，你写啊，我在读啊 ，OK，Yes 逗号，你可以空一点点位置啦，我给你一点点。I am looking forward to Katie's birthday. Yes 逗号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Katie's birthday. Katie 的名字在上面啊。Yes, 都好。I am looking forward to Katie's birthday. 句号。Katie 在这边啊 ，Katie， 不要 spell 错啊。Yes, 都好。I am looking forward to Katie's birthday. 写啊 ，Jenny 写完了吗？这个句子 OK 啊？等下，哪一个句子？我读你写，大家写进去这边。
也进去这边了，我读你写，所以你们一定要专心听我讲。我讲过一次啊，我写了一点点给你 ，yes 逗号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Katie's birthday。Forward 怎么 spell？ OK， 不会 spell 的空，不用担心，不会 spell 的空，但是会的写下去。我要你尽量的听，尽量的跟着写。我没有要你对到完啊，但是如果你完全不写，你学不到的哈。OK 啊 ，Yes， 逗号。I am looking forward to Katie's birthday. 记号啊。OK， 继续下去啊。I know the perfect present. I know. 记号了啊。I know the perfect present. 完美的礼物啊。You can get for her.I know the perfect present you can get for her. 记号。可以啊。I know the perfect present you can get for her. 我知道最完美的礼物你可以买给她的。Oh. Okay, her 对她女孩子来的 Kathy You can get for her 句号啊 OK 接下来啊下一段啊下一段啊 Since Kathy loves dresses 注意听我讲啊 lovesDress. 第二段了啊。第二段。Since Kathy loves dresses, 既然她很喜欢裙子，逗号，逗号啊。Since Kathy loves dresses, 逗号 ，You should get her one. You should get her one. 句号。Since Kathy loves dresses, 都好 ，you should get her one. 你应该要给买她一买给她一件这样哦。You should get her one. 句号。Okay. A dress that will suit her. A dress that will suit her. 适合她的。A dress that will suit her. Suit 是 suitable 那个 suit 啊 ，suit her 适合她。A dress that will suit her. And that I know. And that I know. 这个逗号。不用。A dress that will suit her and that I know. Okay, a dress that will suit her and that I know. And that I know, she will like. And that I know she will like. 还是可以重复吗？ Okay, 这一句一点点小长啊。A dress 开始啊。A dress that will suit her. A dress that will suit her. 适合的 suit. Okay, Chloe 有点远了啊 Chloe, 你要挑一句的你空一行然后你写第二句先 A dress that will suit her and that I know she will like.And that I know she will like. And that I know she will like. Is so. 不用不用不用。And that I know she will like is sold at
做卖啊 ，fifty penny clothes。50 penny clothes， 我写给你啊，这个是一间店这样啦 ，store， 句号。You like it sold 吗 ？It's sold at Pretty Penny Clothes Store. It's sold at Pretty Penny Clothes Store. Okay. At 然后这个 ，It's sold at 然后这个啊 ，Pretty Penny Clothes Store 这间店。嗯。不用担心啊，如果你一头雾水啊 ，OK 了，是正常，可以跟到最好。没有没有这样快 ，OK， 大家我知道你还有一头雾水啊，大家，我先给前面的一些先 ，OK， 因为我怕时间要到了啊，等下这个前面我给完哦，三点零六啊，很快了，欢乐时间过很快，等下哦，三点十分他会 refresh 啊 meeting room。你先去做这个东西啦哈，选 A B C D E F G H 适合的句子放里面 ，OK？ 三点二十回来，听懂吗？大家，三点二十回来啊！你不要走先啊，我继续这里先 ，OK？ 检查一下你的答案啊，前面几句我给了先。Yes， 他讲 ，I am looking forward， looking forward 是期待。I am looking forward。To Kathy's birthday， 所以你要自己 apostrophe s 啊 ，Kathy 的 birthday 对吗 ？No， 啊，现在加啊，大家你现在改啊，现在加，那你有错的你就改罢了，嗯。等下你也是要拍照交给我的吗？你的东西，你啊 ，OK， I know the perfect present。You can get for her. 句号，喂，等下，嗯，就在这边。啊，对啊，继续。OK， 对照一下啊，然后第二段了啦哈，因为是 message 来的，其实你连在一起也不要紧啊。OK， 第二段是 Since Kathy loves， 我该有强调，人家讲话是不会讲得这样清楚的，不过我该有强调，因为我要你 spell 对 ，loves。这个啊 ，dresses， 因为一个人嘛 ，Jenny 有写吗？哈，大家等你拍照加上来呀、啊。这个啊 ，You should get her one， 你要买一件给她啦。大家 ，OK，You should get her one。然后啊 ，OK， 这一句它是讲 dress that will 适合是怎样啊？适合叫啊 ，S U I T。Suitable 的 suitable 吗？哦 ，suitable 就是加，就是这个字加 able 啊，说、so、suit her 适合他 ，and that I know， 然后我也知道他喜欢的 ，she will like， 给我写下面 ，she will like， 啊 ，is so at。Pretty Penny Clothes Store 错了不要紧啊，大家你就改不了现在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算是范文这样嘛，我给你知道，哎，他怎样写的。OK， 刚才我们是到这边啦。我没有。嗯。要一段吗？如果是平时考试啊，你全部写成一段也 OK 的。因为这个他没有真正要我们分几段的啊，因为它是一个 message 来的。大家改一改啊，有声有吗？春红有吗？那等下你有在 ？OK， 好，时间跳了啊，不用担心啊，我们三点二十分见啊。可以去做之前那一个 part 先，三点二十分见。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哇，我大部分对了。是啊，可以啊， yes. 很好啊，嗯。Good. Good， 关掉。拜拜。已经关掉了。哦。给他多下，可能还有人在吵哎，不要紧。
可能还有人在吵哎。我有 form three， 甚至是 form four 啊，我们讲他写不出来的。你不要到 form two、form three 你们才讲，你知道吗？啊，现在你有很多字不会写，不要紧，你尽量跟着。